很棒啊，今天。还行吧。你老公呢？我老公也很棒啊。你们又复刻了我们的名场面。什么呀？最后你一不一样，波。你们不是四打二，我们是四打二打二。你们是4-2打1，最后你为什么屁股后面没人呢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在厕所等半天了，那确实在那里很久了。等了半天啊，兄弟，下来不该直接上得了。哎，说白了，那个就该早点去，兄弟。他妈让刘海碧一走，我们就该把这个清了。妈四打二不敢清，兄弟，怕什么 DSS 来？我早点给他清了。妈北边分把我们全收完了，兄弟，打的他妈太怂了，兄弟。我早就想摸了，你们三个打的太怂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早就想摸了那个地方。攻势真的很好用，但是这个道理，他妈当时主要是我们当时说的，最后一把要上点分，然后就一直没清他，我们一直知道他是两个人，那就还一走就完全可以清了，留着他帮我们把北边的把全撅了，兄弟，你为什么不压节奏？大哥，我说实话，牛 happy 没，我二压了，兄弟，我只是没三压，你这么一想想，就牛 happy 一走，我没有去清天霸，这是一压，我第二波。林树一死，在厕所等的是二丫，到后面这边实在没人来了，我就干他了呀，是不？当时以为在厕所后面那个烟，兄弟，要不就拿游击打了。那你怎么跟队友说呀？我也不知道呀，为什么我没说出来啊？我感觉以前我只能说出来了，二楼也没有。我感觉我也能说出来，切到但为近什么没点，说队友都还在要我前面这个管道里。嘿嘿，小猫看屁股。我操！我发现他妈 PUBG 这个东西，用他妈的德语能全套完，兄弟。哈哈，不是为什么盖克这英好雄像能全套完，很容易越用战斗哎，知道明天赛点多少分了吗？70多吧，还是80？七十七上分。已经75啊。左边有点人，割外卖，抢抢。我先打一边。哎，真的很难点。你最近咋不做饭了，鱼？他又忙着跟你直播，还要做饭。不玩呀、我操，你是真的压榨黑奴，真的。不要，不用。我就说最近感觉好久没吃到你做的饭了，想念了。工钱给了吗？你问给没给你工钱？我觉得第还一没波给。他已经收点没问题，那是不是还有1000多？这个鲨鱼第二次还其实在一这千边多，感觉那这今天的波呢？还是有很大作用的。今天的明天给捡啊，当天结呗。不捡日结是不能吧？拿我过来操！啊。58000的东西，转你60000，你硬赚2000。还把戒指戴在手上，还不行。罗皮皮，我平时可以戴，我打比赛怎么戴？我打比赛会硌我手啊，我怎么戴呢？我就是我戴戒指没打好过呀，我就感觉手膈应。我平时又不是不戴。那这一局有点难。哎，对了，哎，这个啊，我送 IP 皮肤了，你快送两个。牛逼啊！送啊！啊？朱芳芳，说完他枪械很难拿，朱哥，因为飞朱机哥好呀，天天变着法给我很难拿这个枪械的。嗯，回礼，哎，你这样回礼就显得见外，人家刷就是刷给你，你不要，你这个一回礼就很见外，你不把朱哥，你把朱哥当外人了，这个就不用回了，知道吧？就是你没有说完你能这先把点，皮肤送了前吗？点你不都要说装不油出滑来，梯那我要不要点外卖？不要，不吃了。那我怎么吃呢？屌我。在。说好的飞机可以收那完 RPG 很先多抽点吧，位，我用完了。哈哈，而且还是那个飞机当然你去给我做。而且看这些黑的眼花。嘿嘿，你要什么皮肤皮皮？你看你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皮肤，我怎么给你送？我就没有必要给你送，对不那你对？送你就我吧，你我知道我要什么。傻逼，快爬，盖伦。神王讲道理是好看一点了，但他这个感觉比较适合他呀。这个德玛西亚警官，这感觉很适合你。这个难道不适合他吗？那个戴眼镜那个，神王确实有点帅，好吧。还有一个，我帮你选一个，我帮你选一个。你还玩什么？辛德拉。你要不要？这咱这不好看，这个，这不好看，它不好看。
哦，不好看。真不，我他妈买个的不好看，来给你买，给你买，哎，我买了，我买了，这玩意儿，他棉皮骨的，他一直还是。他妈的，有其他这么好看的那个大虫的皮肤你不买？有个那个新的还可以啊，那个，哎，厄加斯对吧？这个再拿一个，那你得再帮我播一点。哼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勉为其难的给你买一个吧，真是被你赚到了！你他妈，老子买完了你不要了，每次都是。OK，就是想看我给他花钱样子，不是我给他花钱他不花，我出去逛街让他去买东西他不买，我就烦他这种，他就很恶心我，所以说我让他交点上海的女性朋友，他们自己出去逛。我跟他出去就怎么说呢？就是不买，你懂吗？逛半天，逛了一进一个店，二十分钟，半小时，逛半天不买，哎，就走了。对啊，所以说让你跟何慧水去逛呀，就你们女人去逛呀。哎，我身边就没有一个男的爱陪女朋友逛街的。好女人，她应该是在那个啥，她的憋一波大了，她先做人设，后面再花钱。嗯，谁？没说你。队长能背喝水，我，你说实话，你俩逛的多吗？啥？我说周永航跟你逛街逛的多不多？他喜欢逛吗？不咋地，对逛呀，街还男是人，女生跟女生逛。男人不会喜欢逛呀。德威，我记得我问德威他是怎么说的，忘了。他说他也有逛，但他跟我说他喜欢逛街。我说嗯，你跟谁逛？他说他自己逛。嗯。我说怎么逛？他说就是去什么商场走走啊，自己溜达溜达。德威门都不出的，你信他的？还行，兄弟，我们上一次第一天拿了好像才几分，第二天不也追上来啦？游戏不就这样吗？第二周就第一天拿多少？拿了9分，第二天拿了个64呢，所以说最后送了，但也够本了。你再怎么想也是第一天，就是几分的队追上来的，多爽！讲道理，明天应该要拉，拉就拉吧，拉就拉吧，已经很棒了，打好一天。其实第一把打完我就感觉我们要拉了，没想到今天还行。今天打完第一把我就，哎，